要帮未满十八岁的一些重障的朋友，不管是异性恋或同性恋，打手枪的时候，我们守天使就会被我们的警察抓去。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。当很多人在国中、高中的时候都可以打手枪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帮无行为能力的一些重障者打手枪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要废除这种恶法。谢谢大家。谢谢 Vincent， 谢谢。现在比可以吗？现在比可以。谢谢。